对啊。반 완전으로 돌리다가 어디서 먼저 잠수 간다 회장님이 싫은데 早上 7点 开始上班在上班那晚这个岗位上班早晨7点开始上班有很多时间有一点点 早上7点开始上班。嗯，我们的下课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走吧，感谢老师。对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嗯，老师很有耐心。我们去哪里？你说刚刚的去。去那个 supermarket， 超市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哥，我之前还没去过，去过一次，就是随便买点东西就出来了，没好好逛。 嗯，那个，很大那个超市，这边最大那个超市。他刚来的时候，现在准备买上衣服，对不对？外套。冬天的衣服，啊，他。现在冬天的好好的没有出来嘛？现在没有刚开始有，对不对？比较冷开始的时候好一点的都衣服出来。现在有的地方老的，有去年的。 有的，好好的没有出来。超市里面应该选择，应该有很多选择。超市里面有，但是最好是今天啊，这个月22号，你不知道？啊，下个月开始比较冷了，那个时候那个进货的多，那个。他神秘的，就有点怕冷，他这段时间，早晚他总是叫冷，它里面那个。 没有什么厚衣服，之前的衣服都小了，都是大了嘛。我有，我知道。是小了，肚子大了穿不下嘛。肚子大。嗯，确实是。哦。走了，走了。嗯嗯。好好。啊，看看。走了。有的买没有的不买。嗯，好的，走。啊，谢谢老师。衣服是肯定的有。嗯，有，肯定是有，那么大超市。嗯。 打电话那边准备下水下衣哦，很冷现在。嗯，是是是是。他说，他说船看到你的衣服老，我老了看到了。我的衣服很老是吧？看到老。对，不对？我这个衣服不好吗？不好。不好啊。 这个衣服现在比较这样的样子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有的。可能这个颜色，这个图案有点那个了，洗，因为洗多了就成这样子了。哦哦哦。嗯。我咋个都管你这个人呢？管你哪些玩意？质量，质量，啊，质量好，我也管的这样子。质量 ，quality。 质量。嗯，记住。好吧，好吧，走了。 我是指那个天气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有的比较冷的时候，有的比较。对，看了肚子大了，对吧？嗯，对对对。这个衣服穿不穿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，再来。不耽误老师时间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嗯，走了。嗯，明天来的啊。嗯，OK。摇鬼钱。对对对，我们这个航班，航班比航班。 航班还没通呢。通了就好了。嗯，通了就很多人，中国人过来了。嗯嗯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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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什么时候他看了手机，他高兴了，开始高兴。按你镜头感很对，这边看着镜头。嗯，他知道这个视频看他的 pencil。高兴，感谢对。哎呀你想说什么，艾米你想说什么？我不喝吗？我哭啥呢？哎，我不哭。你爱我不知道我发现高兴。哎呀，爸爸在这里，那爸爸在这边来了，爸爸在这边来了。妈咪好来了，茶好了。嗯，和谐的一家人呢，有爱的一家人。大家很好，他想吹他的爸爸。你做饭了没有？艾米喜欢他的爸爸。对呀，大家。对呀，艾米你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艾米想说话。哎，我没有。马上过个三四个月，你也宝贵了。啊！我来吧。爸，他想去哪里？不知道说什么。阿米现在在慢慢学会说话了。有。嗨。阿米说什么？他的舅舅。嗯，再跟他舅舅说话。对。鬼步估计他不会，但是他会唱一首中文歌曲。就尼泊人唱中文歌曲，你看行不行？好的。他说他那边跳鬼步，你这边唱中文歌曲好不好？那你那边就跳鬼步，我们这边就唱中文歌曲好不好？